我觉得这条街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不可能什么都不吃。回酒店的路上，我们偶然逛到了这个小巷子，远看就人头攒动。以我们吃货博主的直觉，这里一定有好吃的。这个小巷子可真窄，但美食小摊儿一个挨一个，好有烟火气。赶上假期的下午，这步子都挪不动啊。小街吃小吃可选择的品种太多了，多高手呢，哈尔滨的，哈尔滨的，说什么的，你看正不正的，卖啊，26装满一盒自己装啊，老板听说是东北人，老板说26一盒自己装，哇，他就不怕人装这么高。梅花糕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边是特产香。哇，这条街我不饿，我都想吃点了。看这家人多，我们跟这家选点。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